月10日，任嘉伦晒出孕照，宝宝的性别也被曝光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任嘉伦身穿粉红色流苏连衣裙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盛装出席。虽然才怀孕4个月，但任嘉伦的肚子却非常明显，好友在肚子上放着两颗棒棒糖，画面十分温馨。任嘉伦透露，这是小脑补的第一场派对，当天来的都是妈妈的贵人。任嘉伦表示，有了宝宝，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圆满。虽然这一刻很紧张，但却非常幸福。任嘉伦多年的好友自然不会缺席，站在任嘉伦旁边的则是他的未婚夫小徐，虽然比任嘉伦小了7岁，但两人站在一起却丝毫没有违和感。据台媒报道，任嘉伦肚子里的宝宝是男孩。此外，李明一晒出与任嘉伦和男友的近照，忘记给任嘉伦男友打码，意外曝光了他的正面照。能够看到小徐的长相很一般，眼睛也有些小，任嘉伦配他算是绰绰有余。有网友吐槽，任嘉伦选男人的眼光太差，认为两人不太般配。但也有人表示，不能光看外表，长太帅没用，顾家就行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